意义，我想实质意义会比它形式更重要，因为真的希望大家能够真的是敬佩你们的导师这样子。那我们导生是 Sophia、淑慧跟维优卡，来请甘希跪地。OK， 来。好的，你自己。要先念拜师帖。对，我们请念拜师帖。学生林淑慧 Sophia 念。红眼睛，我用我语音来讲。敬重乌云巴 Alan Wang 先生的学识与专业，愿跟随先生左右，共同学习讨论，与先生一起为打造和平岛公园成为国际旅游岛而努力。敬拜翁云芳先生为企业导师，敬诚学习礼物三样。学生林淑慧，敬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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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听成敬拜。然后这三样，老师要感动一下，老师，我要讲一下这三样礼物的意思。好，可以。我们三样礼物呢，第一样是来自蒙古的钥匙扣，然后这是欧尤卡提供的。那他说蒙古传统的靴子表示稳定，所以象征和平岛未来的发展平平稳稳。那钥匙扣象征企业导师就像开启和平岛秘密花园的钥匙，所以引领世界认识和平岛。然后有一个星星的随身碟，星星就像保镖一样，那企业导师就像保镖一样守护和平岛，所以和平岛的过去、现在跟未来都记录在这个随身碟里。然后最后一个是丢多用途的玻璃水杯，水杯里的水象征海洋，水杯上的种子代表着和平岛即将如同种子般开始萌芽，希望未来的和平岛就像日渐茁壮的植物一样枝叶繁茂。谢谢，来，不能起来，不能起来 ，still kneel down。We need to depends on the teachers want to accept or not。你要不要接受？要接受再扶他们起来。我接受。来接受，那你请扶他们起来。来，请签名。快呀！你不要签你爸的名字哦。OK， 好，来，这个是你的，谢谢你。谢谢。